当我用网络流行梗测试老婆时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你算是一名优秀的 5G 冲浪选手吗？嗯，怎么不算呢？干嘛？你全这么下？行行行，那咱们再简单出几道题测试一下啊。第一题，如何形容一个人非常有学问呢？有请潘周丹。潘周丹，29岁，硕士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。咋能反应这么快？第二题啊，怎样不提雨字又形容雨下的很大呢？畜生！你们的畜生！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真的很机车哎。第三题，第三题啊，问老虎不发威，拿我当乒乓的另一种说法是什么？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拿别人当傻子呀？我是真的生气了，太像了。那最后一个问题啊，最后一个问题，问为什么一个人的工资5000叫做5K 而不是5Q？ 你好好想一下，很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 Q 被拴起来了。摔 Q 摔 Q， 我是真的会摔。就比如我月薪3K， 我真的是摔 Q 了。